的时间，错的地点，遇到对的人，对的感觉，对的选择，最美的缘分。不要再问我爱你有几分，在菲儿的心里，爱情永远是最真。你是鱼儿，我是水儿，永远不离分。天涯海角，我都随你一路的风尘。爱是一个吻，爱是眼神深，爱是你我前世共同修来的。我们是七点半开，今天真的淑女了，真的瘦了，我怎么感觉在做梦呀？淑女了吗？那行，那我就唱一个淑女一点的歌。那哎，对，好久没有唱这歌了。但这个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不太熟。来了。为了你，我变成爱的赌徒，
还要去赌，我切断了退路，压上了归宿，输掉了你我会粉身碎骨。明知道会输，我还要去赌，没走过一步，我铭心刻骨，对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，为爱永远我不曾退出，我最害怕你会爱到全部，也曾害怕自己爱的无辜，回头看了自己走过的路，我会忍不住的放声大哭，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，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，我切断了退路，压上了归宿，输掉了你我会粉身碎，我还要去赌，我切断了退路，压上了归宿，输掉了你我还义无反顾。走过一步，我铭心刻骨，对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，为爱我永远不停地追逐，害怕你把爱情删除，也曾害怕自己爱的无辜，回头看了自己走过的路，我会忍不住地放声大哭，切断了退路，压上了归宿，输掉了你我会粉身碎骨，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，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，我切断了退路，压上了归宿，输掉了你我还义无反顾，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，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，我切断了坠入压上了归宿，输掉了你我会粉身碎骨，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，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，我切断了坠入压上了归宿，输掉了你我还义无反顾，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，没走过一步，铭心刻骨。感谢我们天真的，谢我梦烟的，感谢我一峰哥当的小保姆。听歌以及我们的十二和冬天雨雨后阳光清风歌佳佳你当年，还有我们的傲雪，哇嘿嚯嘿哈，感谢菲儿女友菲尼菲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谢我们冬听歌，还有哎呀过了三星任务，三阳太太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辛苦了。那个叫是非尼吗？念不知道我念啥呢？迷还是迷咪？我也不认识。谢谢我们那个佳佳哥，还有一当年以及傲雪，还有我们那个秋兰马啊，长风老师看一下，还有
想叫你引进我们的老 A 歌，下到最后还有我们的燕妈妈，以及我们的雪，还有我们的海阔天空，还有我们七慧哥、凤云哥啊，我爱的，我爱的阿飞，还有大伟哥、明星哥、贪玩哥、老 A 哥，谢谢飞飞迷迷之音，啊，飞迷迷，哦，念飞迷迷吗？咪咪咪咪，嗯，还有我们的明日之星哥、贪玩哥、老 A 哥，以及墨哥、我，还有平安哥、溜达，以及我们的再战哥刘玉成，还有陈默哥，以及我们的江南哥，谢谢，还有燕姐，还有小一虎、自家哥，还有原来哥、秋雨哥，还有雪英哥，还有一个新公子，还有我们的龙，还有我们的青山龙哥、陈哥啊，谢谢谢谢，心里在骂你，哪有，不行，忽略你，谈你。宝宝在我们家种了鱼嘞，主播唱大悲咒，我怕我唱，我怕你唱不好。我看看谁来了啊？
借口，想让你的爱再回头。我好想再把你挽留，就像是最后的祈求，忘不了我们相爱的时候。我好想再把你挽留，让所有回忆都也像您的小熊。大家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因为过年了嘛。我自己在家呢。他们都去串门去了。因为我得直播，我就不能出门。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开心了，他们把我扔下了都。只有你们才肯陪我，他们都溜溜去了，不陪我了。九点的时候吧，谢谢我们和平哥，谢谢我们打火机，还有阿飞，以及我们的长哥，还有无敌，以及梦哥，还有杯酒哥、小熊，还有笑哥，以及拼搏哥，可怜的老大，还好，就是我爸我妈去了，他们其他的都是在的，就我妈我爸没在家，太欺负我了，回来就给我带点剩菜剩饭给我热热，太过分了他们。不用我做，他们回来就把那什么剩的都给我拿回来了。谢风三哥。我比较好养活，谢谢我们李哥。像风三哥还有李哥送来的礼物，哇，一看那体格就好养活啊，像挑食的都刚瘦刚瘦的，挑食不好，尤其女孩子挑食不好。在生活的寓意上，为什么都说媳妇要娶胖胖的呢？就因为女孩子不能净事儿，如果女孩子还有这个媳妇啊老婆呀在家里净事儿的话，日子过不好。就是说为什么说体格就是说胖胖的一看胖指定是不挑食，事儿比较少，像我这样的人。因为女的一旦要事儿多的话，夫妻生活呀家庭呀还有什么的，就一天你就看吧，总吵吵不太好的，一个家庭里边要是总吵架就没好。所以说你看一个胖啊瘦啊，就反映出很大的这个反映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呢就没有就是说我了个去，就没有什么呢，就很牵强的理由吗？不，一点都不牵强，就一个胖瘦能反映出一个家庭，还有你的人，哪怕就这一辈子都给你分析完了。胖是福，对，为什么就说胖是福呢？媳妇要娶胖胖的，饺子要吃烫烫的，都是有一定的，我告诉你，都是有一定的道理，不服不行。谢谢我们川奇哥，给自己找理由。就算我找理由，那我也是一个开心的、幸福的、胖胖的胖子。起码我这个人不会像什么钻牛角尖啊，给自己找点理由啊，找点借口啊，让自己顺心如意啊。其实大家应该像我这样的。学习，人生不用活得太明白，稀里糊涂过一辈子，开开心心是福。活明白了就没意思了。
里哥，糊里糊涂啊，不要要求太高，也不要要求别人太高。找个胖胖的老婆扛锤，那不行，胖的瘦的都不会嫁给你，你这有家庭暴力。说今年哈，我就看到一篇，我今年又看那个一篇论文，看到什么论文呢？就是姑爷和媳妇为什么待遇有天差之别。就但是大概的意思哈，就整篇文章我不会给你读，但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回娘家的时候，姑爷呢都是往上坐，就是反正就是不用干活，你就往那一坐就行。好，是不是都是这样呀？但是媳妇呢？啊，对，好，是这么说的，姑爷是门前贵客，对，你看媳妇呢去了之后呢，就要干活了，要干这个呀，干那个，你要不干的就那就完了，就差别很大的。不都是风俗的事吗？那么你们那边是姑爷干活，媳妇歇着吗？但是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，就是以前吧，就像，我80年，我觉得80年应该是80、70、60，再往上我不知道了，就是这种的，我觉得就像应该都是这样的。不干容易挨揍。感谢二炮哥，也谢谢二炮哥来了吗？谢谢二炮哥发的大红包。嗯，姑爷不上座怕退货。哎呀，现在社会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真的就现在比例，我觉得女孩子干活的现在比较少了，就是说心里话哈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妹妹呀姐姐呀，或者是亲戚，就身边的人，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干活没有以前，像以前就是什么就是特别能干的那种少，特别少，那还挑三拣四的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儿娶媳妇老贵了，你还让媳妇给你干这个干那个，现在都掉个了，我都觉得就是去了之后你就看人家这个你就说，哎呀，成天我就得伺候这个伺候那个，人家刷上班了，召唤好嘞。我觉得这个时代稍稍有点变化，基本不干，对，因为男士我觉得应该男士做的就比较多，但是我们家还是我妈干活多。嗯，我妈那个辈儿基本上还是那个老太太干活多，完了，男士呢就是喝茶喝酒啊什么的，就玩棋牌这样。等召唤过了我们就唱歌好不好？羡慕青山哥，现在不是娶媳妇儿，是娶那种看不着。那个你看，你这是个笑脸儿，但应该是祖宗，你说的这意思是吗？你大男子主义不好，但我们家这家风好像都是这样，就是基本上都是女的干活，就是女的去做饭呀收拾屋子呀什么的，但是都是管家呢都是女的说了算，管钱也是女的说了算。姑奶奶，嗯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要跟以前的社会去学，男士应该做饭，男士应该做饭洗衣服啊，完了收拾屋子，是不是？而且钱一定要男士吧，男孩子当家，这种社会你知道吗？这样的生活才会那个什么呢？才会幸福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个家庭一定会步步高升，真的。很多说是哎呀，媳妇儿管钱呀，女士管钱，我觉得不要。
样式的话，你这个生活上就有拘束，也不叫生活上，就是你的干什么都听女的，女的和男的的想法绝对是不一样的。你要这样过吗？我不这样过，我就是跟大家这么开导开导一下大家，我还得管钱，以后要真有这样的事儿，我还得管钱。那就是只有钱揣在自己兜里才欢喜，但我可以管内呀，你们管外呀，对不对？就说说而已嘛。男的管钱容易刷礼物，那倒不至于，那谁也不会，就是说都是小来小去压岁钱，不是那个不叫压岁钱，叫那个私房钱。下方没有过的那个真爱召集，大家把那个真爱召集也过过。谢谢我们的小刀，谢谢飘逸哥，还有飞天，谢谢。还有橙子哥，谢谢我们橙子哥，还有我们陈宇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呀，这个说不清道不明，说不清道不明。感谢我们广元哥。男孩，我觉得现在社会男女都非常平等了，都非常独立了，不像以前了。像我妈那个年代，就真的就是女的说了算把钱，这个是深有体会。男的，你别看男的天天没啥事哈，真的就是往这一坐，女的干活。但是有事的时候，媳妇儿拿钱，真的，这个是真的。我不知道你们那块儿，我们这块儿都是这样，基本上80%都是。谢谢我们的社会哥。现在我觉得社会在进步嘛，时代在发展嘛，就是男的也好，女的好，都各有各的想法，各有各的思想，而且呢都非常的独立，这是一个非常的独立，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呀、收入啊，其实是没有什么管不管的。但是我身边很多的这些朋友什么的也有成家的，他们我就问，哎，你们谁管钱呀？但是怎么，他们有的呢就是自己挣自己的。但是呢钱可能就存在一张卡，可能就给媳妇儿也好，但是花钱呢就不会像以前那样，不会像以前哎呀全一分都不留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。转屏，哎呀不能说了，一会儿又给你们忘开真爱召集了，这两天好像语言能力有点夸张。谢谢大家啊，还有12个我们就过去了。但是真的就是他们有的生活都比较好啊，看社会发展调了个个是什么意思？今天可以过三星是吗？我看一眼这个地方没有点的大家可以帮我，哎呦真的呀，真的好像是可以过三星，还有100多个啊，这是2星，我还以为三星呢。没有点的帮菲儿点一点，这个叫真爱召集令，是一个小小的任务，方便的话可以帮我过一下，你有点召集的下方可以点一下召集。谢谢我们的大侄子，谢谢我们的不是那个念什么，谢谢成哥，谢谢广元哥。还有10个，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。感谢完美无敌哥，感谢完美无敌哥，谢谢、哎、有点卡哈，还差几个，这是8个，还有8个，谢谢，没有点账号可以点一下。但是哈，前提点完了之后一定看好你的包裹，你的包裹里面呢有一个免费的小桃心，这个小桃心一定要送出来，这个就算数了哈。完了方便的话可以刷一个棒棒糖做一个真爱的礼物，转发一下你的朋友圈，每天都可以点一下召集，还差4个哈，就这个呢，每天首付礼物给真爱团主播，就是你开的这个主播，也就是我啊，
送呢，送给我一个礼物，就是什么礼物都一毛那个棒棒糖就可以，每天着急响应，就是这个，每天要着急响应一下。还有呢，每周首次用手歪分享真爱团主播，也就是分享一下你的朋友圈或转发一下群也可以，方便就转发，不方便呢就是转发之后你可以转发之后完了再删除。还有这个每天赠送一个真爱专属礼物，这个礼物可了不得啊，这个礼物就是你买不到的啊，买不到的就是它，就是它。哎呀还有两个啊没有点的，等会儿再跟你们说，还有两个没有点的帮我点一点，帮我点一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30秒的时间，我相信你们可以过去的哈。我先闭眼睛，你们每次都玩的都是心跳吗 ？OK OK， 过了过了，就是这个真爱团礼物在包裹里，一定要送出来。欢迎峰哥啊，一定要送出来。欢迎鬼五哥 ，Hello， 鬼五哥，昨天我都没有给你唱歌，先给鬼五哥好好的一个拜一个年哈，祝我鬼五哥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但是哈，鬼谷歌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？过了唱歌，哎呀，猴几猴几的，一看你这小孩就不大，是不是属猴的？谢谢信仰哥。昨天都那个啥，忙忙叨叨都没有给好好那个给鬼谷歌唱首歌，谢谢华哥，还有康哥也什么，咱家这几个人都没给唱歌。鬼谷歌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，来个这个歌吧，这个比较欢快的，要唱原版的吗？不唱原版的。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。上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它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间那冷了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续，爱恨啊什么玩意，笑透那自叹息，请挥挥手莫回头，言说错了是时候，那情节虽好，快乐难找，我笑笑笑笑跳跳大道，我嘚儿你的笑，就嘚儿你的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，有嘚儿你的笑，有嘚儿你的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，
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吹得一身乐逍遥。我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像个天国真今朝。又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吹得一身乐逍遥。谢谢我们的，谢谢我们的鬼谷歌，还有我们的陈哥，以及我们的民歌莫言哥，还有二百五岁，以及我们的海哥、乌龟哥、小超哥、红云海阔天空哥，也谢谢我的二炮哥。有没有二炮哥下手的话？谢谢二炮哥，欢迎回去的宝宝们。嗨，给他拿吧拿。
小妹儿啊，姿色都不错，不要为了他那魂不守舍，做个好男人，不做花心大萝卜。人在外漂泊，要记得去快乐。现实小妹儿多呀，现实也很多，不要游戏人生啊，你是自我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可以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再来迷惑我。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蹉跎那青春蹉跎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可以有老婆，不要为每一个那男人都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美貌挥霍，最后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你这么优秀，你得什么样人才能娶你？我还想了，我说什么时候，那我就嫁给十二级，就谁第一，我就谁嫁给谁了，就是真爱团第一的。我当初就这么想的，你们觉得行吗？那好吧，那就不行就不行了。嗯，我觉得也不行哈。嗯
代的比武招亲一样的感觉。第一有老婆了，那不靠谱，那不行。感谢我们的行者哥，我呀，我嫁不出去，暂时不用担心。十二级的号卖我好吗？不好，到时候就在十二级里边挑。第一长得丑啊。十二级都有老婆了，那个啥，没有那个啥的，这做呀啊，做任务啊。唱首这个歌好多人喜欢听的，给咱家宝宝们啊。城市的夜晚，霓虹灯璀璨，点亮了黑夜，看不到孤单。午夜和白天不停地交换，游走在街头，一个人孤单。节日的狂欢，情人的浪漫，所有。还有说我都到十一级了，你说我有孙子了咋办？城市的夜晚，霓虹灯璀璨，点亮了黑夜，看不走孤单。午夜和白天不停地交换，游走在街头，一个人孤单。节日的狂欢，情人的浪漫，快乐都和我无关。无聊的工作，让人很心
个存留言，不给。现在问的话哥，以及那个明哥，还有我们的随心，以及我们的海阔天空，还有无心入眠，还有我们的彩涛哥，莫言，以及我们的正哥，还有我们的清风小金哥，谢谢广元哥，谢谢。嗨，对了，我想给你们来一个鲜明的对比，是一个什么鲜明的对比呢？你看。我突然看见他，哇呀，完了，换图了，你真是的。我看人家那个脖子和那脸可鲜明的对比了，我都觉得我的脑袋跟脖子要一边齐的了。就是脖子是脖子，脑袋是脑袋的，我咋感觉我脑袋和脖子都要连上了呢？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，你说是穿鞋还是不穿鞋呢？你说我万一要1.7米，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？我觉得你喜欢1.6米的应该是。还有说1.86米电线杆子呀。谢我们的 CKP 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点儿一点儿，谢谢，欢迎哥，把那个 CPK 哥也找一下，长风老师抱一抱，抱一下我们 CP。你们喜欢我没有腰是吗？我就知道，所以说没长。很多人说，哎，菲儿，你说你怎么有这么多铁粉？因为我们有腰，所以说这个答案非常好。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不喜欢有腰的。谢谢我们的 CKP 哥，谢谢哥送来的棒棒糖。召唤之后过了，我们再唱，换个欢快一点的曲儿。哎呦，谁的鱼？很多说没有腰，其实有的，就是有的明显，有的不明显。我就属于长得那种不明显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低调，含蓄那么一点而已，就是，不喜欢喘气儿。谢广哥，谢玉大哥。喜欢不要理由，真的喜欢一个人，你说喜欢一个人要理由吗？不要理由。你说 YY 上哈，就这么多主播，什么样主播都有啊。你说有大眼睛的、小眼睛的、长头发的、短头发的，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。
我觉得一个主播颜值很重要，但是他的性格也很重要，还有他内在的东西也很重要。所以说就是说，哎，不要说胖瘦啊，什么白黑呀、啊、眼睛大小啊，还有说腿长腿白呀、啊、有的东西喜欢你真的就是没有那种道理，就是那一个眼神就确定了啊，我非常喜欢你。谢谢我们的虎哥啊，谢谢虎哥，谢谢广元哥，就说不出来的那种，哎，我就是喜欢他，哎，我就喜欢看他直播。你说喜欢他哪儿呢？长得不好看，身材不好，没有漂亮的脸蛋，唠嗑唠稀碎，唱歌也不专业，没有一点好处。我就有一点，就是喜欢你，真的。很多粉丝就是说喜欢我哪儿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因为瞅着可能就是瞅着我有那个眼缘，有那个眼缘，就是第一眼瞅着并不喜欢你，就是慢慢时间长了也不知道是喜欢呢还是习惯。对，可能就是那眼缘，第一眼瞅着不烦，但是也不是特别那种特别那种那个就是贼拉贼拉的喜欢，而是那种我像那种就一点点的那种喜欢。先别扯了，召唤吧。好嘞，就像他们似的说话都说的那么好听，别扯了。嗯，方没有过的大家可以帮我过一下真爱召集令，今天呢已经是第二波了，没有点的一定要点一下了。谢谢我们的龙兰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16个，速度非常的快哟。喜欢你成习惯了，这个比较靠谱。喜欢我成天说我，成天说，还成天，我告诉你还有一种人什么，喜欢我还挑我毛病，他说行别人说不行啊，自己咋说真胖，哎，别人一说胖鸡眼。哇，谢谢二胖哥，就比较护犊子的那种感觉，我说行你们不行说。下方这个16个还差16个啊，已经完成了一半了。我是越看越好看的那个，行，你好看你都过任务啊。对，下边就是这个，你都说好看了那个啊，就把这个过一过，那这俩字儿不白瞎了吗？喜欢这两个字不白瞎了吗？这个地方19个，没有点可以点一下，我这边是追加，你那边是召唤和响应什么的，还差3个，还有3个，还有2个。好，把这个福袋发一下吧哈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好像少看了10个呢，还是3个，还有2个，我好像看岔劈了，还有11个，不对呀、啊，还有11个呢。下边的可以也过一过，还有10、10、10、24个，有点不会过了，不会整了呢。没有过的一定要过一下这个任务啊，现在还有我们1分钟的时间，还差6个，还有8个，不是还有6个，这数学不太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见笑了。嗯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还有5个，还有5个，哎妈，数学真要命。还有3个，你们别笑我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还可激动了，还有2个，还有3个，我感觉我要把一下就要叉叉了，感觉屏幕要转过来，我一看，哎，怎么还没完事呢？还有3个，还有30秒的时间，还有3个没有点的，帮菲儿点一点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29位宝宝啊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开来的真爱，还有2个 ，OK。虽然说我数学不好，但是我们家的数学个个都比我强。嗯，可以可以，过了过了过了。
呀，你说以后过日子可怎么办？出门我还得带个快递，这以后出门都得带着你们。哎呀，这个菜多少钱呀？这个什么多少钱呀？不会算账，人家要多少就给你多少。我是会计，那不能要你，因为我不会算账。身边带一个会算账人会吃亏的。知己 pass。感谢我们的依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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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依送来的棒棒糖，我再来首歌，让我们的依依也准备首歌啊，我找找，唱一个啥呢？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自由飞翔，这太老了，这个歌，这都好老好老的歌了。找找啊，就给你们唱一个老一点，不老的，老一点的。这个我一唱这个就能想起我们的宝强哥，看那个电影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，去年的还是？看过吗？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。就在，我连一下我们的一卡黄，那个清风哥，你打问号怎么的了？这是风清哥又给你说话了，连一下我们的一啊，正好。
哇，还是那么漂亮。过年有没有胖几斤呀？谢谢。Hello。过年每逢佳节胖三斤，我的胖都不止三斤了。我过年今年是唯一一年过年过瘦的。哇，我看老大的话就是，就是，好像真的脸好像这边都消瘦了一点。嗯，没有，就瘦两斤，别邪乎。就剩两斤看不出来了。老大，我来给你拜个晚年。就是我说一下，就是我那个初一初二的时候回家看我爷爷奶奶了，然后昨天晚上刚回来，就是直播开的急急忙忙的，然后我今天来说，我说来给你拜个年，然后给你送一个祝福啊，就是祝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路长虹，然后顺风顺水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还有就是祝你身体就越来越，就是身体健康，还有就是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说啥了，我每次来可紧张了，我。别紧张，长得就唱首歌，完了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家依依点关注，依依唱歌也非常棒的，而且还是老师。哎呀，没有。真的唱歌特别棒，来吧，那就唱一个什么歌呢？给我们。唱个阿哥阿妹吧。行。哎，他唱的阿哥阿妹跟我唱的不太一样，谢谢我们的心动哥哈，那我就先闭麦了，宝贝啊，那你来了啊，行，然后也给六九的哥哥们拜一个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发大财，行大运，唱一首阿哥阿妹。山上的阿哥，请你抬起头，青山绿水白云间，萦绕阿妹的笑脸。阿哥嘹亮的歌声飘荡天地间，点点滴滴洒落阿妹的心间，绵绵不断的春雨代表我的情意，今天和你相遇，幸福洋溢着甜蜜。阿妹不求富贵，只要哥哥的心，你我携手前行，十指连心。幸福洋溢着甜蜜，阿妹不求富。
十指连心。手疼了吗？不是，我这块手骨会鼓一个那个，在这块能看见吗？就是骨会鼓出一个小包来，就有时候不对就会出来一个。那这边就会出来一个，就这儿能看见吗？你不知道是咋弄的，有的时候整个就会疼，就会这样。我不知道你们手上有吗？你手上有吗？是我手上有那个黑痣，这个骨的。抽筋了，这种你们能看见吗？就是这儿，就这个也是，这个有的时候就会疼，就会疼，就这个地方。他们说，啊，这个地方，那可能就是，嗯，他们说猪蹄吃多了，脚脖上。脚脖上也有，脚脖上那不是，脚脖上那不是，就是手上会疼，有的时候。可能，团筋团什么玩意？哎呀，反正有的时候会疼，有的时候脚脖子和手脖子哪块弄不好就会疼。那你要不要去看看，就是骨科啥的？嗯，不知道呢，好像没啥事儿。反正有的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，是腱鞘炎是啥东西？老大。嗯，老大，其实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可紧张了，而且吧，就怕给你就是掉那个游客的人，因为我实在太不会互动了，可难受了，知道不？就是、哎、其实没啥，就是放开，其实就好了，其实放开就好。因为平时，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吧，就是我一个人讲，然后。就是可能就是一种习惯，其实我心里面就是老激动了，而且我就是有点就是什么想法，就是我一唱完歌我就想下了，就怕给你吊人、啊、就可那个了，然后我就想了，真的就是六九的哥哥们就是哎，我都不知道咋说了，就是不太会聊天，特别的难受。哎呀，其实还好吧，其实有的时候傻人有傻福，就不会聊天有不会聊天的福，会聊天有会聊天的福，在 YY 上也是，唱歌好听也行，就聊天也可以，只要你有一技之能，就是说有一颗真挚的心啊，跟大家去沟通，去聊天，好好的去直播，认真做一件事情，都会去被认可。谢谢我们的二叔哈，谢谢我们那个啊、还有、哦、加油加油，还有明哥、谢谢明哥，谢谢嗯，谢谢二叔。其实今天来我就是觉得其实这个年拜的有点迟了，我就刚刚就说了一下拜个年我就想走了。家里没事儿、自己家没事儿的。那是哎，那你什么时候要上学了？我呀，我上学的话、可能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可能会跟单位商量一下，因为我想好好做直播。要不然兼顾不出来。嗯，也可以，慢慢努力加油，可以两头顾一顾。完了，到时候跟粉丝也沟通一下，跟你就是说学校也可以沟通一下，到时候慢慢沟通嘛。对，这样吧，我来唱一首歌吧。完了，先日一再唱一首歌，谢我们二叔，谢谢二叔。来首看看，来首啥呢？来首这个歌吗？
夏天走了，菊花开了，秋风送来点点的忧虑，阵阵的秋雨敲打着玻璃，天天的风也翩翩愁绪，坐在窗前翻开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，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，一点一点烙印在心底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想你，生命为你跳动，等待再相聚，你是我的宝贝，不让你委屈，你是我的最爱，无人能代替，在窗前翻看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，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，一点一点烙印在心底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，唱这首歌曲之前真的特别感谢老大，刚刚我差点都听哭了，我知道掉人了，但是老大我会加油，就是至于到什么样的程度吧，也看我自己的造化了，真的
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觉得在 YY 上面嘛，遇到你，哎呀，我都要整了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好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不管我会不会聊天，都那啥，都大家都对我都挺好的，虽然我知道他们是爱屋及乌，我都整激动了我。好啦，别哭别哭，过年啦，开开心心的。我知道、啊、知道，就是激动的，嗯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一家人客气什么啊？喜欢我们依依的，记得给我们的依依点点关注。其实依依本人挺实实在在那种，不会也不会装假，也不会那特别虚的，有什么就会说什么。来吧，别哭了，唱首歌、嗯。给我们要唱一个什么歌呢？嗯，就给大家唱一首那个《幸福山歌》吧。行，祝大家就是每天都幸福。好嘞，谢谢谢谢我们的小佳宁。我不是那个，就是感动的，然后听，嗯。还自己不会说话，着急的。唱一回，太阳下谁也不会，叫上月亮来作对，东西南北，生活有滋有味，想唱我就张开了嘴，乐为嘿乐为，越唱心里越美，大风吹来唱一回，大雨飘你和我来对山歌，好比那春江水。
谢我们的想象你，也谢谢大家宝宝们送来的礼物，有着急的有着急的，别哭别哭，以后不管是什么，把所有的压力也好啊，或有所有的这种烦恼啊，都化作一种动力，我们一起去努力，嗯，好不好？嗯，别哭啊，以后不要哭，嗯，啊，不要哭，啊，你一哭我都心疼了啊。不是，你就唱到那一句宝贝的时候，就是一下子就是我就入到你歌曲当中去了，然后一下子我就觉得老大对我这么好，然后都半年的时间还是不会聊天，就特别着急，一下子着急，我就而且挺开心的，就是看到大家说加油什么的，就是特别的开心，就是一下子就是没忍住。谢谢谢谢，好，没事的没事的，完了慢慢来，别着急别心急。谢谢我们一无所有哥，没事多看一看聊天的他们别人的直播呀。完了，其实我觉得老师看的书也够多，但是很多东西呢就是跟学习啊还是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感觉，要学会跟大家没事开开玩笑聊天互动就好了。行了，让我们的依依稍事休息一下，我也要过一下我们家的真爱团召集任务啦。谢谢，祝我们的依依越来越好。妹子是哪里的？你说我还是说依依呀？别哭别哭啊，左一把鼻涕右一把鼻涕的不好啊，不行哭以后。感谢我们的果仁哥，谢谢谢谢。依依是哪里的？我现在在江苏淮安的，江苏淮安。哦，江苏淮安的，在那里上班是吗？嗯，哦，嗯，对。那行，让我们的依依稍事的休息一下了，宝贝儿啊。嗯，好嘞，没有过真爱团任务的，把真爱团任务过一过。三星任务没问题，哎呀，我们过到哪儿算到哪儿吧，又涨了。谢谢谢谢，感谢老师人，已经完成九个了。二星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，三星任务我们走到哪里算哪里啊，就努力的过，努力的过。谢谢我们的依依，谢谢。不哭不哭，加油宝贝啊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十四个，嗯哼。14个，我得会算账啊！14个，还有32减14个。谢谢我们依依，谢谢谢谢。十几个，还差18个吗？对对对，还差一半，还差18个。欢迎沙哥，欢迎我们沙哥。地方有个真爱团召集令，这是一个小小的任务，能帮忙的呢就帮我点一小下下，方便的情况下啊，它会消耗你的 UYB， 但是呢你的名字前面会有我的名字一个小框框，会有个小框框，就这个。但电脑用户呢，它你的名字后边呢会有一个这个爱带份儿的名字，这是一个真爱团的标志，就是铁粉的一个标志啊。如果你没有开的，你必须要开一个。如果你看了我一年都没有开真爱的，那你还在等什么？此时不开，更待何时？感谢我们的断情哥，哎，谢谢我们的管儿哥。18个了，还剩14个。我相信你们可以的，19个。20在哪儿？感谢韩哥，谢断情哥。谢谢我们的飞哥还有随心哥，没有感谢的宝宝们，以及我们的二叔啊、钟明哥呀。还有罗军哥呀、云发哥呀、罗明哥呀、卢威哥啊、广元哥，还有林哥，刚才的谢我们的佳琴哥，还有段琴哥哈，欢迎我们的心理哥，嗨，心理哥，你这是忙完了吗？前两天您是一直都忙着呢，好像。谢谢我们的半明生哥，哎，谢谢。感谢电男哥送来的炮竹啊，谢谢。有那个棒棒糖了，我们得走棒棒糖那是。啊，好的，爱
谢谢啊，我是磊子帮过任务。你竟敢冒充他，是不是又没上线？你帮他过的是吗？还有两个下边的没有过哟，没有开的，没有开的。这个上一次点召唤的现在还可以点，如果你开过一次就不用再开了，就是你就直接点就行，每天都可以点。这个就只要一个月他只扣一外币，只要你有真爱了你就可以点下边，他就成下边的了。大家别害怕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一点一下收一块啊，不是点一下收一外币的那种，只要你点开了他你要是有真爱他就不会有提示，哎，消耗什么什么什么，他你要点一下就成了集结，如果你没有点过呢就会成为真爱。就这样，一个月只花一块钱，没有点的一定要点一下，不要到误区哦。还有啊，开完了之后呢，包裹里面有个小真爱也一定要送出来的啊。没毛病，下方呢，下边呢还差一百多呢。谢一发哥，一个了，谢谢我们的江南，谢谢宝贝啊，谢谢这个地方。快了，还差一百多个人我们就过了，是不是一百多个？还有90多、80多个就过了。点下边的这个就是你有我的真爱团了，没有点呢就要响应一次，第一我过任务，第二你也过任务，双冠西夏，应该差不多了，没有点的可以点点啊。谢谢我们的这个韩哥送来的么么哒，谢谢。哎呀，那我们来吧，唱一首，把这首歌好好唱一下。你得乐呵的一天。下面的还差一点点啊，还差40多个。天边的那一道彩云。不屑一顾的表情，天边的那一道彩云。
棒的，大家把那荧光棒也做一做任务，谢谢。孙仔，我祝你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事事顺心，好不好？好的话，我给你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这个歌好。厦门江南歌，还有我们 CK 歌，还有我们的东哥，还有清风哥、公主哥、孟德荒以及天马行空哥，以及还有我们的韩哥，谢谢。
多大了，天天十七十八，人真的就是在现实问我多大了，我说刚要说十八，嗯，不对，今天总跟你说十七十八，在外边人问我十几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想了半天，过个年都过傻了，你知道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啊，我问咱们家兄弟们问个问题，这样，迅速的，啊，迅速的答出我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先我先感谢一下慕言哥、还有康哥老师，以及闷的黄媚娘、楼兰哥、无敌哥以及我们的鞍马。是不是鞍马哥？我问你个问题哈，过年看有没有过傻啊，给孩子。过年炒几个菜？嗯？什么呀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星期几？星期五？你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星期五，我知道那个，我不是问他。嗯，我都知你们，我都知道你们炒了多少个菜，每个人我都知道，你信吗？我都不信。好吧，其实我就想问你们今天星期几，完了你们都抢答，不跟你们玩了。不好玩，一点都不好玩，都会抢答了，对你们好了。什么都被你抢答了，一桌菜，嗯，星期五，没意思，不跟你们玩了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我给你们唱《沙漠骆驼》。我要穿越这个沙漠，寻找真的自我，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。这边风儿吹过，那边云儿飘过，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条小河。我跨上沙漠巨舟，背上烟斗沙漏，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。漫长孤岛悠悠，数不尽喜怒哀愁，只有那骆驼是被王娘妖魔，只有那奴隶。
抽筋了跑的都。好黑也是像极了爱情吗？哎呀呀呀呀！谢谢听到哥，听到哥这，哎呀！升的吗？这个是等会啊，好，什么卡住了？是我卡住了吗？破费了，嗯，我怎么扯着呢？这是，哎呀呀，啊，说提速提的吗？你的大眼睛，我每天都想起，不知不觉我又。你家的小树林啊，不好，谢谢，一会儿升降一会儿变速的哈，等等，好了，羡慕你哥，谢谢。你的大眼睛我不敢想象起，不知不觉我又来到你家的小树林，你也太美丽，我不敢看着你，你实在不该对我笑，让我掉进你的陷阱，今夜的风儿轻，别让我伤心，我就躲在你家门外的那片小树林，我痴痴的想啊，我苦苦的望啊，我想待在你身旁啊，这月色还早，你真切细聊，你叫我怎么好，
还记得吗？恭喜中了什么？中花了吗？你也太美丽，我不敢相信你，你实在不该对我笑，让我掉进你的陷阱，别让我伤心，别让我伤心，我就躲在你家门外的那片小树林。说完意了，我痴痴的想啊，我苦苦的望啊，我想待在你身旁啊，这月色还早，你灯却熄了，你叫我怎么熬，我情欲如火，如饥似渴，今夜让我怎么过，导致你的烟波山中了我，明暗间都后天就是咱家开宝箱。哎，一个宝箱是不是就一个呀？一个宝箱是不是就一个呀？初六应该初六，咱家是初六，是一个吗？打小看你就有出息，四个几千份呢？那第一是二零一九是吗？三万人抢。那我开一下是多少个呀？开一下是多少 YB 里边是？有几个？2019、2020、2021，还有两块。哦，今天是初四，我的这波开呢是官方定安排在是初六，咱们家是初六。哎呀，厉害呢，厉害呢！好像是三个亿官方呢。哎呀呀呀，行呀！橙子哥还留着，嗯，等哪天我们团一波，要不就今天吧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就为了你这两天，我觉得咱今天可以来爆竹了。人家还没有捂热乎呢，哎呀，我今天还抢吗？今天我寻思不抢了。那我都已经说要棒棒糖了，这一天这东一趴西一趴的，哎呀，反正都是你飞的。但是
是抢，咱们现在是九万起，第一的是33.8万，咱们抢的话，起码得今天晚上你要下直播前，起码得50万。而且50万晚上你还得守塔，你们有信心咱就抢，你们要没有信心咱们就不抢了。抢三位啊！对，没有大票是不行的。你这听到哥，你说你再找我眼睛不好，我就觉得。听到哥玩的也有的时候也比较随心，但是我说来呀什么的，有什么事儿他指定也到场，缘分姐也会到场。估计三位得100万吧。那我要抢的话，指定是就是到五十万的时候，50万的票我指定要下直播的。嗯，到时候晚上半夜我是不能直播的。嗯，天道哥刚才说要他要给抢了。天道哥说要抢吗？那万一他就这么说说呢？刚说他叫要抢叫是吗？那你这样吧，那我们先，那我们到了50万的时候再定，半夜是不直播了，半夜不直播了，不好。我就觉得你这大过年总叫人家都不好，都叫一次了，你张嘴还能张好几次吗？人家客气跟咱们不能不客气。咱们今天就轻轻松松完了，早一点下播，明天再说啊。明天土匪群不过生日吗？要抢的话明天再抢好不好？就这么 OK 的愉快的决定了。好了，不行叫了， OK 就这样了。好，没事，要抢明天再抢， OK 就这样。完了，你今天都这天道哥都那啥了，咱明天再说好不好？明天不土匪群过生日吗？土匪群该清包的清包，明天咱们就不刷棒棒糖了。这一天，这一末一天刷棒棒糖，末一天刷鞭炮，都给你们忙坏了。行了，那咱们就定明天吧。啊，谢谢我们的艺人送来的星星，那我就定明天吧，好不好？明天土匪群有过生日的吗？不，完了庆祝一下，抢了这么多。哎呀呵。哇，这是橙子哥吗？橙子哥都能给我秒任务了，抢了这么多吗？看啊，个十百千万，嗯，十三十，嗯，我这有点账不会算，2,200,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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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橙子是非常厉害的，非常会。我们家土匪群一般是进不去的，因为组织的他们自己组织的，这都是咱们就是咱们自己家粉丝组织的，他们就自己没事就在那儿就玩啊也好，或者什么也好，就外人或者是中间中就群里边有谁呀、啊，或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，就根本就不用我动手，有的时候他们自己组织性非常强。前天我还听说把谁谁谁踢出去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他们也不跟我说，反正也不跟我说，也不那个啥，反正就自己处理了。你还不给我飞，不要你了。真的，他们好几十个人，好几百个人，心老齐了。我三个号才6块钱，没事的，参与更重要。那6块钱还白得的呢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们今天稍事的休息，攒一攒，明天开始好不好？ YB 哥也要到场啊，先点名了啊，麦序上的都得到场哈、啊、有一个的准备一个，有十个的准备十个。土匪背叛
背叛大拇指全踢了。对，我是大拇指。群里边有几个，群里边刷什么呀？明天刷鞭炮，今天刷棒棒糖。我感觉我都自己都感觉好懵啊。但是哈，全是随意玩，咱们怎么玩开心咱们就怎么来，怎么划算怎么玩，最终目的开心就好啊。明天什么节日吗？明天不是啥节日，土匪群有花心哥，明天好像花心不是初五，花心哥应该是过生日，到时候呢我们土匪群会他为他庆生。土匪群，懂油。好，先别生日快乐，一激动刷出来咋整？明显的，12点来一波吗？可以啊。那你们要不睡觉的，就是有能在直播间的，我们的12点就开始，可以直接上一波。12点就开始了吗？12点你们就可以直接上一波。像康哥你们睡觉吗？还有 CK 哥呀，还有那个迷迷非迷迷之音，好别嘴咬舌头，还一身正气哥呀，麦序上的谁呀什么的，有没有时间什么的，有没有时间，一人一个人不用多，战某连一下我们的桃子，桃子能出视频吗？桃子晚上还直不直播了？谢谢孟哥。橙子哥给我发的，土匪群指定不睡觉，那我们土匪群先来一波啊！土匪群来一波，子爵来一波，先半夜对墙怼来一波啊！半夜对墙来一波，小二哥来帮忙，谁说的？谢谢小二哥，好嘞！那半夜12点集合啊！所有东西咱们就看情况而来，不跟他硬来啊。以实际的那个实际的东西为准，还要看划不划算啊。对，咱们得好好算算划不划算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什么要不抢他们那个？二大爷说鞭炮少，你来棒棒糖吧，来棒棒糖也行。其实，就看划不划算，划算的有4YD，咱们就上。哎，3YD我都不抱希望了。现在，谢我们的 Kissy 哥、CKP 哥，谢我们艺人哥送来的棒棒糖。艺人哥，12点过后紧急集合。那我们连一下我们桃子，看桃子在不在啊？那把桃子放一下，不可强攻，只能智取。哎呀，歪歪都让你玩出36G了。那些私聊的都是骗人的，千万别。你晚上还播吗？啊，还播呀，可以说话了，用 F2 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以为我这不让我说了呢，这是。跳舞主播，哎、对，跳舞主播。他可能大家不认识哈，他是我一个小徒弟，他呢是一个跳舞的主播，跳舞也非常棒，一会儿给咱们跳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对，主要就是钢管舞啊啥的就都会。一般的时候呢看的不是体型，呵呵，看的就是肉怎么甩出去然后再甩回来。谢谢。桃子会喊麦吗？桃子会吗？我会喊麦呀，但是我敢保证这屋喊完之后可能场控都得让我喊没了师傅。那就先别喊了，我们跳一个钢管舞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管没准备好。哎呀，皮了啊，可以呀、啊，有下茬了，不错呀，不错。你准备好了，管没准备好？对，管没准备好。过年了，包饺子到擀面杖去了。其实桃子聊天啊，什么都挺开朗的一个小姑娘，大家没事可以多去溜达溜达看一看。这样，桃子唱首歌吧，一会儿唱一个什么歌呢？
因为这2019年来了嘛，就是算是拜一个晚年嘛，也祝愿这个六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呢能够新年快乐，诸事大吉，诸事顺利。猪年嘛，唱一首有关于猪的歌，给大家唱一首《一曲相思》送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先明白了。喜欢桃子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唱首《一曲相思》啊。没有没有，不吃药，大过年的不吃药。就是猪想我了，就一曲相思。这人间的鸟语和风花雪浪漫，是情人都般贪恋，爱恨情仇都好看，又让你痛不欲生，又让你身醉装疯，终有天都太蒙古，直到哭着笑才懂欲问青天，这人生有几何，怕这去日不多，我是讨一杯相思喝，倘若这回忆还像曾经执着，心只念你一个，那我可能是多情了，浊酒一杯，一生不悲不喜，何惧爱恨别离，一路纵马去斟酌，一曲相思如江水与山河，再有三下走过，叫做《一曲相思》送给大家，也希望所有的哥哥姐们在2019年里能够一帆风顺，二龙戏珠，三个大吉发财，五个零乱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进宝，九子登科，十全十美，百事顺心，千事如意，万事吉祥。这人间的鸟语和风花雪浪漫，是情人都般贪恋，爱恨情仇都好看，又让你痛不欲生，又让你沉醉装疯，终有天都太顽固，直到哭着笑才懂欲问青天，这人生有几何，怕这去日不多，我是讨一杯相思喝，倘若这回忆还像曾经执着，心只念你一个，那我可能是多情了，浊酒一杯，一生不悲不喜，何惧这首歌叫做《一曲相思》送给大家，感谢感谢感谢哥，哎哇，谢谢谢谢，追我八年，我的妈呀，我嫁给你哥，你变年了，又是我瘦了，吓跑了，他不追你了，矜持，女孩子一定要矜持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一样，一定要矜持一点啊，哥，我跟你走，哎呀妈呀，啊，我不走啊。不走不走不走，追八年再说，追了杨桃八年，哎呀呀，你这都追到我这了，是双胞胎，我俩长那么像吗？对，双胞胎使徒，没听过吧？全歪歪独一无二的，什么辈儿啊？这是双胞胎使徒，你这辈儿都整差了，真是的。行，我们桃子给我们桃子点点关注，一会儿我也要下直播了。嗯，半夜的时候集合啊，半夜12点，不要忘记了，半夜12点最强啊。嗯，这样我也唱一个刚才我放的这个歌嘛，唱一个这个歌，让桃子再给大家唱一个，没有过摘任务的把真爱任务也点一点。嗯，你给我伴舞吧，给你个考题，完我唱这个歌，你看怎么伴舞，好吧？好。嗯。这个有点难，好像。是我为你唱的歌，千山万水
这歌再长点，我这凳子马上就要睡乎了，都吱嘎吱嘎的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。这样吧，让我们的那个，让我们的桃子再唱一首歌。啊，我再烫一头。哎呀，这清雅，可以可以啊，来吧。烫一头，烫一头，怎么多呢？唱一首什么歌呢？你们哥哥们想听什么歌？除了阿刁行吗？除了阿刁行吗？刁不动了，有点儿。大过年的，你有没有学什么新歌？新歌啊，我最近学的新歌就。哎，我有点我想不起来，我老丁呢，学完歌之后老好忘，一天到列表里边就忘了呗。哎，学了一首叫《最鲜美》。啊，我听过，来吧，这首歌老好听了。啊，唱一首。左手指月会不会唱？哎呀，这歌真是不想让我过去这年呐。你会唱那歌吗？我会听，不会唱。我会一点点，但是不完全会，就会一点点。这歌其实真的老好听了，都容易听失眠了。确实好听，但是太难了那个歌。嗯，来吧，唱这首歌。一会儿你唱一小段，指手，左手指月，指手。来吧，交给我们的桃子，我先闭麦啊。好，我唱一首这个《最鲜美》啊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哥哥姐姐们能够开心快乐。2019年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春思念离人在两端，篝火暗淡，听色中晚，惜别在渔船，回忆是人念，旧梦情断情线，恰逢人有雨，有雨雨天，我看破了世间离合悲欢，相聚又走散，放手不敢回头太难，留恋总无意，旧尘的华丽匆匆揉碎容颜，乌云茫茫四海难相见，夜色人未走，执手相望饮一口，煮下醉仙酒，绯红妆容似锦绣，夜间人这首歌叫做《最鲜美》，送给大家，感谢哥哥姐姐们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公屏哥的小亮，新年快乐，感谢阿玛哥。我看破了世间离合悲欢，相聚又走散，放手不敢回头太难，留恋总无意，纠缠的话你匆匆揉碎容颜，五月茫茫四海难相见，夜色人未走，执手相望饮一口，煮下醉仙酒，绯红妆容似锦绣，小六，其实好突然，我也没抢到。他说你给个眼神啊，好突然呀！哎呀呀呀，这是在就是突然嘛，这叫惊喜。这个歌太好听了，但我就其实你唱什么歌啊，像《一曲相思》呀，还有这些歌，我觉得特别好听。还有《毒药》啊，因为我嗓子没有师傅高啊，嗓子低呀、啊，就坏了之后就。
我觉得你唱这些中音的歌都特好听，特有味道，有那种气势。我就师傅教的好，就是教会了我，完了你不会了，就是这回事儿，是吧？别说了，就是这回事儿。主要是啥呢？主要是我唱，他们说很多人让我出来学这首歌，学一曲相思呀，还有这个，其实我就。也能唱，但是吧，就是唱不出那个味道，还不如就不唱了。我唱的歌，它有点跟这个类型有点不太一样，就那种感觉。学会品呢、啊，本来他是自学成才这个。没有。谢谢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哈、啊。一会儿我也要稍稍的下直播了，让我们的桃子也休息一下啊。没有点关注的手机上方给我们的桃子徒弟点关注。差不多吧，不能说气儿不足，是没足过。唱首这个。一步一步接踵而来，大风带着我摇摆，我又上吊了。
让余温裂出了释放的闪电，把时光匆匆的变成思念，三千世如所不见，左手捻着花，右手捂着肩，好高的就是我不会挖墙，就是听着自己感觉的唱。这个歌的名字叫右手指。Cheers.